你有受限吗？躲什么躲？戴口罩，头低低，手拉着外套帽子不断闪躲。他是前中山一派出所员警陈彦安，工作期间涉嫌收贿包庇酒店。量个体温嘛，你们收多少钱？面对镜头不发一语，他是中山一派出所前员警涂维廉，也是现任大直派出所副所长。狼狈遭约谈，就是被包庇色情酒店的共犯要出来。跟在副所长后方戴口罩的男子是中山一派出所前员警吴义明，还有业者遭到约谈。嘉地宝集团酒店趴车小弟同样也躲不过中山酒店收贿案，检方启动第六波的约谈。陈彦安、吴义明、涂维廉在派出所当员警时，嘉地宝集团一个月进贡60000，外加3节奖金，要员警包庇消防不合格以及性交易，三名员警涉嫌收贿遭声押禁见。在押共犯一个咬一个，爆出副所长涉贪，调查局将继续追查落网之余，但人民保姆的形象也因为涉贪风暴跌落谷底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支持中天的好朋友们， YouTube 中天电视正式开通会员功能，诚挚邀请您加入会员挺中天。您加入会员，每月小额赞助中天，将实质赞助中天新闻维持营运，会员将享有额外福利，详情见会员说明。没加入会员并不影响您目前观看中天新闻直播和影片的权利。加入会员挺中天，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